很久很久以前，年轻的汉艾迪爱上一位名叫董贤的少年。他们成为了秘密的恋人，夜夜共枕眠。一日，汉艾迪早晨醒来，见董贤还睡在他的怀里。汉艾迪就将衣袖穿坏，却不忍惊动压着衣袖的董贤。依着上朝的他，情急之下拔出佩刀，小心翼翼地将衣袖割断，然后悄悄取去，留下董贤在熟睡的梦里。